但凡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导读。和尚慈悲，修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师大姐，释迦牟尼、沙弥、沙弥尼，在家菩萨们，大家早安。请翻开本次第25页。本次第25页，好，第一行。我们呢，在上一堂课说到第三个愿呢，广修供养。那之下呢，是属于接着心二的四行愿相，解释呢行愿的相状，又分成了三可，任以命所供果境，所供养佛果的境界哈。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尘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即为尘数佛，一一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那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那么把这佛刹呢磨为微尘，那么在一一的集微尘当中呢，这个集微尘当中一一的微尘，个别都有一切世界啊，集微尘数佛，这个境界太广泛了。而一一佛所呢，种种菩萨海会围绕。一一佛所，这每一尊佛都有种种菩萨的海会围绕，围绕着佛，听佛来宣说法要。在解释的文当中说呢，文义同上，这一段文义啊，跟上面相同。所谓呢，种种菩萨，这个种种的菩萨还会围绕呢，这个种种菩萨指的初发心菩萨，一直到等觉，就有51个阶位的菩萨，从初信位开始。这是呢讲这个眼角的位置啊，眼角的位置。接着呢我们再看着这个任尔的命能供因行，能供的因行，为普贤恨愿力故，起身信解现前之见。说呢，我亦以普贤恨愿之力的缘故，起身信解现前之见。解释当中说呢，仰仗着普贤恨愿之力，以及呢普贤菩萨的加持力，那升起深信深觉，以智慧之力啊，常修转境的观行。所以啊，关键呢，一切微尘的诸佛，如同呢就在眼前一样啊，受我的供养。就要产生这样的观行啊。那接着呢，任三的名共具共相，说明呢供养具呢供养的相状。那分成了两颗，魁一是财供养啊，财物的供养。我们看经文，昔以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所谓花云、幔云、天音乐云、天伞盖云、天衣服云、天种种香、涂香、烧香、墨香、如是等云，一一亮如须弥山王，燃种种灯、树灯、油灯、诸香油灯，
一一灯柱如须弥山，一一灯友如大海水，以如是等出供养具，常为供养。那悉以三藐出供养具而为供养，完全呢、啊、以上者最上为妙啊，出供养具啊，就很多很多供养的东西。嗯，这讲到供养呢，就是要用至诚的心啊，要有至诚的心。这个供养才是真正的供养，所供的功德也才大。在呢《阿世师王受觉经》当中讲到，当时呢阿世师王他的供养呢是非常的多，记住了，百壶，一壶有十朵、哦、用百壶的香油。怎么供养呢？从王宫的门口一直这样烧啊，烧到七万金色啊，沿路的这样啊，这么多的油，延续到七万金色，这样点灯供养。当时呢，一个呢很贫穷的妇人呢、啊，看到阿舍斯王这样的供养，他也发心了、啊，他就去祈求。得到了两钱啊，他也要参与这个供佛的。他去了呢，这个所谓啊，就驱赶他啊，驱赶他。他赶快啊，躲在这个大树的后面，因为油啊太少了，他没办法这样点啊，所以啊，他就躲在大树后面，等待着佛到来的时候，赶快跑出来。哦、在佛前呢、啊、他就祷告说呢，说弟子啊胡伯，祈求佛陀你啊老人家慈悲怜悯我，赐予我智慧之光、哦、就点了供养了，点上去供养。忽然之间呢就吹起了大风，所有的灯啊通通熄灭了啊、哦，然而呢，这贫穷的妇女所供养的灯呢，却是烧得非常的炽盛啊，非常的炽盛、嗯。这个时候呢，阿舍世王啊，就请问了、啊、佛陀，说为什么缘故啊？这个贫婆的这个灯啊，没有熄灭，还反而啊烧得非常非常的炽盛呢、嗯？佛陀就说了，说他是以恭敬心。至诚恭敬的心来供养啊，哦，这龙天呢护持，所以啊灯不灭。你虽然呢贵为国王，你的供养虽然这么多啊，但是呢你是以我慢心啊，我慢心王啊，所以啊这个高慢的风啊一吹熄了。这时候国王听到佛陀这么说啊，他就很惭愧了，啊，很惭愧。所以说呢，这里讲啊，以上妙，最上为妙，诸供养具，这一些供养的物品呢，来供养十方佛，作为供养，就是要用虔诚的心，啊，虔诚的心。什么样的东西呢？底下说呢，所谓花影慢影，在解释啊当中说呢，花云云是表示呢周遍的意义啊，有虚空便有云，所以啊这是表示呢所供养的物品非常非常的多，重重无尽啊，像云一样呢啊，这个非常的多，而且啊很浓厚的啊，所以叫花云，这个花供养的非常的多、花一供呢不可先闻，即花过鼻不令呼吸触闻
以表恭敬。花须新鲜，莫任枯萎。贫乏日日换水，免至这个狐臭。所以呢，我们要供养佛陀，用花香花来供养。哦，你不可以拿来闻一闻，哎，这香不香啊？哦，不可以先闻的。啊、哦，还有呢，菊花过笔，这个要供养的时候呢，啊，有经过我们鼻子啊，不可以使令我们呼吸啊触到，啊，我的鼻尖呢嗅闻到，啊，以表示啊这个恭敬。就是我们要供养佛嘛，不要自己先去嗅闻。而这个花呢，供花必须要新鲜。在律上说呢，沙弥律里面讲，供花呢要取圆满的，开的圆满的来供养。啊，假使当中呢有枯萎的，随时都要整理呀、啊，把这些枯萎的把它除去呀、啊。哦，不要一供上去啊，供到这个花呢急功近脆啊，啊，就不管它了。所以这里讲莫论枯萎，随时要整理啊，用最好的来供佛。嗯，插在呢花瓶当中的花，日日换水。嗯，这个水我们知道，尤其夏天的时候，它有时一两天呢、啊、水就错了哈。所以天天都要换水，免得呢导致一样水腐锈啊、腐臭啊，发出这个臭味来，坏了。这个呢是讲到啊，我们呢在修供养的时候啊，都要清净的啊，要清净。我们因呢栽培清净呢，果报啊才能够清净、哦、再来呢漫云，云的意思呢跟前面都是一样，周遍的意思非常非常的多、哦、这个漫就是呢用花，然后贯穿就是用线呢、啊、花用线把它贯穿起来而成为漫、啊、花漫。印度的风俗啊，喜欢啊用花做幔啊，穿起来啊，然后花幔啊挂在胸前的啊、哦、这个幔，这个花幔如同云一样那么多啊，非常的多。天音乐云啊，天音乐，天呢就是自然的意思，这个音乐啊有八种音乐啊，所谓的金石丝竹刨土格物，用八种的物品所做的乐器啊，他们所演奏发出的音声。这个天音乐吟呢，就是天然不古自明。嗯，再来呢，天伞盖吟，以天然的伞盖啊而作为工具啊，工具。天衣服吟，以天然呢微妙的衣服而作为供养具。嗯，天衣服云，天种种相啊，这一句啊是总说天种种相，那底下就个别来说明所谓的涂香啊，涂香呢即香油、香水等啊，可以涂抹的啊，涂香。再来呢，烧香即种种燃烧之香啊，种种可以燃烧的香。像香木一样的，那木香就是原香为末，将呢这个香木呢把它磨成粉啊，或者涂或者烧，也有种种的不同啊，种种不同。我们各式各样的香，像我们平常啊点哦，檀香是比较以前的啦哦，像沉香方面呢有很多种类啊哦，很多种类。一一两炉须弥山王，说呢每一种的量啊，如同须弥山王，像须弥山那么多。须弥山呢为诸山之王，
此于庙高峰积财积法之供养多也。则须弥山呢，就是诸山当中之王，最高的啊，最高，所以叫须弥山王。翻成中文叫妙高峰，它是四宝合成的啊，四宝合成，高有84000由旬呢，妙高峰非常的高。那这呢，就表示呢所供养的财物啊，这供养的法啊。这财跟法的供养都非常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这么多的尚且应该要供养，何况少的呢？啊，那就是应该要供养的。然种种灯一一灯住，你如须弥山表愿力大也；一一灯油如大海水表悲行大也。皆观行所成，非人力所能办到。虽然种种的灯啊，那一一的灯柱啊，就如同须弥山一样，这个灯柱就是灯芯呢、啊，灯柱啊，这表示啊愿力非常的大啊，这个意思。那一一的灯犹如大海水，因为灯芯呢、啊，灯柱灯芯呢、啊，就像须弥山，当然呢、啊，这个灯油。就要像大海的水一样才能够点嘛、啊哦。所以意义的灯油如同大海水一样。这个水啊就表示啊这个慈悲啊、哦、就悲行之大，慈悲行之大。这个呢都是假借啊观行所成就的喔、哦。有修观呢 啊修观所显的。不是一般我们常人的力量所能够办到的啊，这个我们也能够了知的啊。修观行，从观想当中呢啊，怎么样啊来思维它啊，供养那么多啊。再来呢，最后面说呢，以如是等诸供养具啊，常为供养。以如是等。啊，上面呢所讲的这一些诸供养具呢、哦、那么就非常非常的多啦、啊、非常的多、在经典当中有讲到啊，说呢有所谓的十供养，修十供养，十种的供养、啊、香花灯土果茶食珠宝衣、啊、这十供养，那经常呢这样来供养，修这样的福报啊，修这样的福报。在呢地持经当中呢，菩萨地持经里面讲到说呢，因而菩萨供养如来内所十从，一者身供养，二者肢体供养，三者现前供养，四者不现前供养，五者自作供养，六者他作供养，七者财物供养，八者圣供养，九者不染污供养，十者自处道供养。供养如来有十种的情况，我们呢主要讲的就是现前供养跟不现前供养。说呢，假使菩萨呢面见佛身，就能够呢看到佛、见到佛，以及肢体，就是呢舍利塔啊、而是呢这个供养，这个呢就称作现前供养。假使呢菩萨呢对于如来以及这个肢体佛塔希望心完全记住了，欢喜心也记住了，现前供养，如一如来法，如是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法，如一如来的肢体法，如是一切如来肢体法，做思念啊，做这样的想念啊，
说我现在啊，现前供养如来，以及供养过去、未来、现在这三世的如来。我现在呢，现前供养如来的肢体这佛塔，以及供养一切四方无量世界啊，一切的肢体这佛塔，或者托婆，或者库，或者色宅，或者新，或者旧，啊，这个就称作菩萨呢。供现前不现前供养，其实也有现前，就是现在的，有供养过去未来的，这不现前的都供养，叫供现前不现前供养。当然供养过去跟未来，就是假借观想呢，观想在里头。假使呢，菩萨呢，对于不现前如来以及肢体心念供养，就用想念呢，用观想呢来供养，为一切佛的缘故啊，为一切如来的佛塔肢体的缘故，这个就称作不现前供养，心念上的供养就透过观想啊，这样来供养，叫不现前的供养。假使菩萨呢，对于如来佛陀以及啊，这个肢体佛塔现前供养的话，得大功德；不现前供养，得大大功德。啊，大大功德，不现前供养就是心念供养，做观想，啊，观想供养，大大功德。为什么？因为现前供养的东西是有极限的，哦。修观的供养是没有极限的，广泛的，所以说不现前的供养得大大功德。再来呢，供现前不现前供养得最大大功德，哦，就你也有现前呢，啊，这些物品呢，啊，不单单只是啊这个观想啦，啊，哦，还有现前的那个东西的供养，然后呢？也做观想供养过去未来的，有食物，食物的供养，也有心念的观想供养，而且通于啊过去未来三世普遍的供养，这个是得到最大大的功德，哦，大大功德。所以啊，这个地方呢讲到啊，哦，那都是观行所成就的，有观行所成就的，那这个功德殊胜哦，功德殊胜。华华经当中呢讲到说呢，若人以塔庙宝相及画像，以花香翻盖，静心而供养啊，又说呢，以此供养相，见见无量佛，自成无上道，广度无数众。假使有人呢，在这个塔庙当中，对于啊宝相以及画像，啊，这个宝相啊七宝所做成的像、佛像啊、圣像，还有用画的啊这个圣像，以啊花或者香或者幡盖，以恭敬心来供养。经文当中又说呢。以此供养相，以这样呢供养这个佛像啊、圣像，就渐渐能够见到无量佛，栽培啊见佛的因缘，乃至于啊自成无上道，啊，广度无数众，成佛了能够广度一切众生，所以这个广修供养也是非常要紧啊。修福啊，还有呢，我们依此供养啊，这圣像啊，就栽培了见佛的因缘，就渐渐无量佛，渐渐能够见到无量佛，自成无上道，广度无数众。接着呢，魁二的法供养，前面是财物的供养，接着法供养，分成了两个，旨意啊，证明法供。
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所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色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善男子，这个又称的这个善财童子说呢，诸供养中以法供养啊为最，为最殊胜的，就是法供养。那所谓的法供养是什么呢？之下来列出的七种来啊，七种来。在呢解释的文当中呢讲到啊，说较量财法供养，法供最上也。较量呢前面的财物跟现在法的供养，依法的供养是最上最为殊胜的。所谓的如修修行供养，如修修行呢是供养佛，也就是说呢依佛陀所讲的三藏教典如法修行便是供养佛。能够呢依佛陀所先说的三藏的教典呢那么如法的修行，如法的修行，这个呢就是供养佛，便是供养佛。这一点呢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学佛就是要老实修行，自己啊本身的发心呢，为了了脱生死，为了成就佛道，我们呢在法上的学习啊是不可少的，积功累德啊，不单是修福啊，还要修慧啊，所以要福慧两足尊的，福慧两足尊，这是我们平常本来就应该这样了。然而这样做呢，如所修行就是供养佛，天天都在供养佛。我们讲一个故事给诸位听哈。说以前呢，基隆的十方大觉寺有一位法师啊，叫做寂光法师，继续的寂啊，寂光法师。他每逢呢星期六，就会从呢基隆到台北去讲演这个楞严经，而呢从大觉寺啊走路到公路局的车站啊是有一段距离的不管是去啊或者是回来，每当呢走累的时候，他就会在半途啊有一间土地公庙，在那个地方坐一下休息休息再出发。有一天呢，他在经过啊这一座土地公庙的时候，发现呢怎么盖了一道墙啊挡住了把土地公庙给挡了。他就很好奇就特别啊绕个大弯进去啊看个究竟。那经过询问原因之后啊，这个庙主就告诉法师说呢，说我连续啊好几天都梦到啊这土地公来跟我诉苦，说呢在每一个星期六中午过后的时候，就会有一位长得高高的一个威光赫赫的法师啊要去台北讲经，每次啊他经过的时候呢，我就被他的微光所射手了，身不由己的就起来向他顶礼，实在啊不胜其烦的，每一次都这样所以啊他就说拜托你啊，你替我做一道墙把它隔开了隔开就遮着吧，就可以啊免去啊这一道麻烦的事情这土地公呢向这个庙祝呢就诉苦。
这个妙助呢，他就说：“哎呀，我梦了好几次，我只好啊，就赶快去化缘啊、哦，把这一道墙给盖起来了。”是帮忙啊，土地公呢做一点事情呢。哦，这济光法师呢听了之后呢，心里面想：“啊，那个法师不正是我自己吗？”但是呢。在不功高也不我慢呢、啊、修行的原则下，他法师并没有告诉啊这个妙处他的真相齁、哦、只是呢寒暄几句就走了。啊、哦、就走了。这佛陀呢先说呢八万世间法门啊，我们众生随分信解来修行啊，进而呢长养这个法身呢，守护啊这个大法。这个称作法供养。在维摩诘经当中呢说到这个法供养品里面讲的说，空中有天呢正所说，善男子，法之供养呢胜诸供养哦。啊，假使能够听闻如是等等的经典呢，能够信解受持读诵，以方便力啊，为之众生呢分别解说显示分明守护法的缘故啊，这个就称作法的供养。好，所以啊，假使有人呢能够讲解啊佛法，让人了知呢经中的微言大义啊，进而能够一而修行，这讲授经典的人，他的功不可没的。所以说呢，诸供养中呢，法供养为最，是最为殊胜的，啊，最为殊胜。好，接着我们再加以说明。所以啊，如说修行呢，如法修行，如说修行就是供养佛。华严经当中说呢，如来从修行中来。若能修行，则得成就供养如来。是如来佛陀是从修行当中而出生的，所成就的。所以说呢，假使能够修行，那么呢，就可以成就呢供养如来。接着呢，佛以立身为事业啊，是大地众生犹如一子。故利益众生呢，得佛欢心。佛陀以立身为事业，在因地啊行菩萨道的时候就是如此啦。哦，所以啊，成佛之后呢，一大悲心的驱使啊，他不住在涅槃里面的。所以佛陀所成就叫无住涅槃。啊，大悲心的驱使，所以以立身为事业。是呢，大地的众生呢，犹如一个赤子一样的，所以啊，利益众生，我们菩萨呢，能够利益众生，就得佛的欢喜心呢，这个呢，就是供养如来，也就供养如来了。以四摄法摄摄众生得佛欢心啊，以四摄法布施利益啊，爱与利行同事。来摄摄众生，这也是得佛的欢心呢、啊，也就是供养如来啊、哦。待众生苦，得佛欢心，待众生苦。这我们呢，虽然没有办法亲自的顶戴呀、啊，哦，像弥勒日巴尊者，弥勒日巴尊者呢，他就可以有这个功德哦，待众生苦啊、哦，把众生的苦啊移到自己的身上来。我们是没办法的，但是有那一个心啊，有那样的心呢、啊、待众生苦，这得佛的欢心也就是供养如来。再来勤修善根得佛欢心、哦、我们勤修善根这个善根呢、啊、也就是种子啊啊，我们呢在造作善法的时候都栽培了这个种子，我们今天呢能够学习佛法，也是因为过去呢栽培了这个善根，在佛法当中呢栽培了这个种子啦、嗯，所以现在能够学佛呢，
所以《金刚经》当中讲到啊，你现在能够读诵到《金刚经》啊，当知世人哦，不疑一佛、二佛、三世五佛的前面的额众善根啊，以一千万佛所种出善根，千万佛的地方已经种了这个善根了，所以啊，能够学佛也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的，所以要勤修善根。勤修善根呢，得佛的欢心，也就是供养如来。再来，不舍不舍菩萨业，菩萨业就是以利生为事业的，就不舍菩萨利生的事业啊，这得佛的欢心，也就是供养如来啊，不离菩提心，那不离开菩提心，得佛的欢心。啊，这菩萨道啊，就是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就不是菩萨道了。所以啊，古德讲啊，假使热铁轮再如顶上悬，终不依此苦退失菩提心。哦，这菩提心很要紧的。所以啊，不离菩提心呢，得佛的欢心啊，这也就是供养如来。以上呢，一一啊，都是属于法的供养。法供养，那这功德啊，殊胜，功德殊胜的。接着呢，底下一颗呢，指恶的较量显胜，较量呢，透过较量来显示出呢法供养啊，它的殊胜。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必以法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计者那有他分、迦罗分、算分、数分、亿分、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以诸如来尊重法故，以如所行出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善男子，如前供养，前面呢就是指财物的供养，好、哦，财物的供养，有普贤菩萨的加持啊，自己的普贤恨怨之力，还有普贤菩萨的加持力，所得的是无量的功德啊，啊，然而呢，要比较一下这个法的供养，一念所有的功德，好、哦，底下讲。百分不及一等等的，乃至优婆尼沙陀喷啊，亦不及一，为什么缘故呢？何以故？为什么无量的财供养而不及啊一念的法供养呢？底下讲，以诸如来尊重法故，诸如来尊重法的缘故。这个呢，我们先看啊，这个解释当中说了，说如前供养，若非普贤恨怨啊，纵有无量功德，彼法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及。前面呢，财物的供养，假使没有普贤的恨怨，啊，纵然有无量的功德呢，而要比较于法供养一念的功德。百分当中不及一分，啊，这个呢是以这个法供一念的功德分为百分，以一分呢以无量财供呢功德较量呢不及其一也。这是呢以这个法供养一念的功德把它分成了百分，啊，一念的功德再把它分成百分呢，以其中的一分。跟无量的财供养的功德来较量，还不及一分呢，其一分的情形。那千分呢，又将呢法供呢一念功德分为千分，以一分以财供功德较量也。向下亦是将一念呢法供功德分为百千计子之一分，乃至优婆尼沙陀分。以财供呢，功德较量亦不及一啊。
乾坤呢，又是将啊法供养一念的功德，把它分成了千份，以其中一份呢，以财供养的功德来较量的情况。那向下所讲的文义啊，也是将一念法供养的功德，把它分成了百千偈子，啊，百千偈子。那其中的一份跟财的供养功德来较量，乃至于呢优婆尼沙头分其中的一份，啊，以财供养的功德来较量，也不及其一呀，啊。没办法比的。这迦楼分，迦楼分就是数悉人神毫毛为百分也，数的来分析啊，人神里的毫毛呢，而分成百分啊。义呢，将世界磨为微尘，又将微尘解析如毛发之百分之一。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将世界啊把它磨为微尘，啊，磨为微尘那么细哦，又将这个微尘呢，很细的微尘，把它解析，啊，分解啊，剖析，如同毛发的百分之一，啊，百分之一，这叫迦楼分，迦楼分。那优婆尼沙头分，翻成中文呢叫净少分。净少分，这个呢以微尘分为啊，分为七分呢，名灵犀分异同，言即为少也。嗯，这个净少分呢，就是说呢，以微尘呢，把它分为七分，啊，分为七分，那么叫做灵犀分，啊，在楞严经当中叫灵犀尘，叫灵犀尘呢最小的，啊。意义啊是相同的，这个是说呢是极为少的啊，极为少的叫优婆尼沙头分。那为什么缘故呢？无量的财供养而不及一念的法供养呢？文里面讲，以诸如来尊重法故啊，以如所行出生诸佛国，因为诸如来是尊重法，尊重法。那么以如所行，以如所修行呢，而出生出佛的缘故，在《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从此经出。此经呢，就是从般若出，从法出的，出生的。所以法就是佛母，啊，就是佛母。所以啊，佛是尊重法。一切诸佛是尊重法，是佛母的缘故啊。因为啊，如所修行才能够成就佛啊，佛陀。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在解释的文当中讲到啊，若诸菩萨行法供养等等呢，也就是说呢，行法供养就是供养佛，就是供佛。相较之下呢，法供养殊胜无比，礼佛一拜，念佛一生，静坐须臾，观无常无我之理，乃至摄化众生，都是法供养。相较之下呢，法的供养是殊胜无比哦。我们礼佛一拜啊，或者念佛一生，或者静坐呢须臾顷短暂的时间啊，观察一切法是无常，是无我的。从时间来看的话，是刹那生刹那灭的，是无常的。从空间呢去观察它，在每一个刹那当中都记住众多的因缘，它没有一个自体可得的。啊，所以啊是无常。从时间来讲是无常，从空间来说叫做无我，叫无我。能够观无常无我的道理啊，乃至于啊摄受化导众生，这个都是呢属于法供养。前面所讲的利益众生供养啊，法供养，法供养虽胜呢，乃不会财死，
诸物供养若能观空而不着，便是法供养。法供养呢，虽然殊胜呢，然而呢，仍然呢，不可以啊，晦气财死，哦，不可以说那我就念佛就好了，香花灯果什么都不需要供养了，哦，那就错了。不然的话，在家居士来了就说：“师父，弟子如说修行供养，哦，勤修善根供养，我发菩提心供养。”我已经供养师父啦，好，我就走啦，我们就饿肚子啦，啊，没人供养饮食，啊，所以说呢，法供养虽然殊胜呢，仍然呢不晦气财物的布施，才供养，而是呢诸多财物的供养，假使我们当中进一步能够观空，就是三轮体空，啊，观三轮体空呢。啊，没有能布施的我，没有所布施的对象，中间没有所布施的东西，没有是什么意思？都是因缘生啊，都是因缘生啊，这个叫三轮体空。这样呢，不执着的话呢，就属于啊这个法供养啊，啊，而不是说呢，一定要什么东西都不需要供养呢，哦。这样呢去修才叫做法供养。所以金刚经所讲啊，不住相布施啊，这个福德要等息空界啊，没有边际的，遍满的，不住相布施。好，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个新山的皆显无尽。我们看经文，此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供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我此供养亦无有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此广大最胜供养，说呢，财的供养虽然广大呢，好，一亿如同须弥山呐，哦，这么多，也不及一念的法供养，啊，所以法供养最为殊胜呢，啊。然而财物呢，假使呢，偶呢不住相布施，就成就了法供养，这样呢，事理相融，便是呢广大最胜的供养，啊，不单只是法供养哦，你要有财物啊，你不执着，要事理相融，就是广大最胜最为殊胜的供养。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哦，我供乃尽，这是呢凡显，从凡面来显示，哦，接着呢底下是顺着来说明，而虚空界乃至呢众生的烦恼不可尽故啊，我此供养亦无有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啊，这时空无尽的，啊，时空无尽的供养。我们看这个解释的文，此意同前先以有尽凡显，而后顺势供养无尽，因地广修供养，除贪烦恼障，得大富饶报，称而后佛刹妙言，是依一字时时时字，宫殿随意啊，犹如极乐。所以呢，这一段的意思跟前面也是相同的啊，相同的。首先呢，以有尽而来反显，反过来显示我的供养也没有穷尽啊。而后呢，后面一段呢是顺的来解释说明供养是无尽、无穷无尽的。因地当中呢，广修供养，我们呢可以除去啊贪烦恼的障碍，啊，则布施啊就是度那个悭贪的，啊，贪呢是贫穷的因啊，所以贫穷是从悭贪来的，有贪烦恼会障碍哦，啊，障碍我们成就啦，所以啊。能够呢广修供养，就除去了贪烦恼的障碍啊，能够得大福啊，大富饶，大富饶报，就大富饶财的果报。
有很大的福报。成佛之后呢，这佛刹是微妙庄严的，施一一智啊，施十十智，那就随心所欲的境界。宫殿呢也是随意的，要大要小，随意自在，那犹如呢极乐世界一样的，所以啊，我们呢礼佛，这个拜佛、赞叹佛，进一步啊还需要供养佛，以财以法来供养，这个也是很要紧，好，接着我们再说明底下余愿根室的忏悔业障。昏沉的三可心意跌是厌明，护持善男子也忏除业障者。这跌除呢第四愿的名称啊，护持右者，善男子说到啊忏除业障啊是什么道理呢？解释当中说了，说梵语忏摩华音回王华幻坚极故说忏悔。梵语称作忏摩，换成中华的原语啊叫做回王。所以啊华文跟梵语兼带啊同时挤出来说，因此说呢叫忏悔。说忏悔这两个字呢，一个字上头那个字是梵语，底下的悔是华文，合起来说的。那忏悔的意思啊，为忏前前悔或过，发怒先罪啊，改往修来，誓不更错之意也。也就是说呢，忏其前前悔其或过。我们发怒啊，前面呢所犯的过失。改往修来，改变过去的恶业恶心，而修于来善，立誓呢不再造作的意思啊，叫忏悔。我们说呢，凡夫有三障，惑、业、苦啊，这三障惑、业、苦。为什么这当中呢？单独说呢，说忏悔业障。其他烦恼跟苦怎么不忏悔呢？因为啊烦恼要不现行，不现行的时候不成障。又者这个苦障呢，苦就是果报啊，果报已经成就了，你忏悔也来不及的。所以啊唯独这个业，这个业就是因啊，就是种子。这叶如同种子啊，刚刚要发芽了啊，发芽还没有开花结果啊，这个时候啊，你去处理它就比较容易啊。所以说啊，单独说呢，这个忏悔这个业障，忏悔这个业障啊，也就生活一三业的造作啊，生活一三业的造作。又者。从现前的这个造作，生口一三业的造作来改变呢、也就断除过去的因种啊，过去的这个因种让它不起来，也是断除未来的那个果报，叫忏悔三世罪啊。所以啊，生口一三业有过啊，我们都应该忏悔，不然呢，它会障碍菩提涅槃。所以要忏除业障。接着底下心乐的是行愿相，解释呢行愿的相状，又分成两个，任一居所作业，挤出过去所造作的业，它的情形。菩萨自念，我于过去无始劫中，有贪嗔痴发生口意，作出恶业无量无边。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菩萨自念啊，或者指发菩提心的菩萨，他自己啊想念，就是自己啊观照啊，来觉照他。我于过去无始劫中啊，
想念到今生呢，就了知过去了啊，观察他人，就知道自己啊，以他人为借鉴的。所以啊，了知呢，我在过去无始劫当中呢，有贪嗔痴的三毒，而发动呢身口意三业的造作诸多的恶业，哦，这一些的恶业啊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嗯，那总的来说呢，不超出这个十二业啊。所以解释的文当中讲到呢，说呢，这是说明了由身口意三业啊造作的十二业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那三业开出来啊，就是十二业，就是十二业。古德说呢，说业不种不生娑婆，所以我们呢来娑婆世界都是来还业的哦。你今生所遇到的都是业力的现行。不要埋怨别人啊，怨天尤人，都是自己的业力，自己的业力。所以啊，在义理上啊，必须要诚心忏悔，誓不护照。嗯，唯有这样啊，这个业才能消啊。要是起烦恼，就不是有智慧的人哦。你要起烦恼，要造作的业因，将来啊又要受苦。嗯，所以所有的业都是自作自受。都是自作自受的，所以应该要以至诚恭敬的心呢来忏悔，而且啊当中呢要紧要立誓不再造作了。这若是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啊。所以假使呢我们过去所造作的恶业，这个恶业啊假使是有体型有相状，也就是说他在虚空当中占有一定的位置，有体型有相状的，那这样的话呢，尽虚空界都没办法容受，你看有多少，太多了、哦、这个就显示呢无始劫以来啊，个人所造的罪啊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都阿耶识呢所支持誓词的。接着呢，任恶的证明忏悔，我今悉以清净三业遍于法界，即为尘刹一切诸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或不护照，恒住境界一切功德。所以我现在呢悉以清净三业啊，完全以清净的三业啊普遍以法界啊即为尘刹，即为尘的刹土啊，当中呢一切的诸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忏悔啊必须要诚心呢、啊、改过。你没有心啊，虽然你拜啊，没有心，你怎么能够罪业遣除掉呢？起向善当中的要求就是要以善心夺恶心，以善业扶恶业。这起向善里面的要求是这样哦，你要升起善心呢、啊，才能地夺那个恶心，以善业呢，就扶住恶业。或不护照、哦、以后呢不再造作了。道宪立祖呢在说明忏悔法当中呢讲到，忏悔的核心就是立誓发愿、哦、一定要有这样的心，要立誓发愿誓不更造。由此在阿赖耶识里面兴起的这一种的种子，能够对治啊后面的伪患，他是这样的、嗯、然后恒住境界一切功德，要恒常安住在清净的戒瓦当中呢，成就一切的功德，就后面的定位的功德由直接经济而产生的、哦嗯、
解释当中说了，说往昔因三业造罪，今用清净身口意骗四方法界，为成数佛菩萨前自行顶礼求爱忏悔，改往修来誓不更作。说过去啊，因为这身口意三业而造罪啊，都是用染污的啊，而现在呢，用了清净的身口意三业啊，同样的也是身口意三业，那普遍呢，在四方法界啊，为成数的佛菩萨众前呢，以至诚恳切的心呢，顶礼求爱忏悔啊，改往修来就改变了以往的过失，而修习未来的善法，发誓呢不更造作了。中庆路呢，永明延寿大师呢这么开示说了，说如同呢有人有眼睛，但是呢外面没有光明，他也见不到这种种的颜色。有眼睛呢，没有外在的光明，没有光明就是在黑暗当中，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的。修行的人呢也是这样啦，虽然有智慧哦，然而呢没有善知识的摄受，他也不能够见到法。所以以此我们证明了之呢，我们呢虽然有智慧，不能够呢在法当中有所获得，那必须要假借啊良师益友。有良师益友啊，我们才能够免过啊，才能够在法当中呢有所获得的啊，不可或缺的。所以啊，忏悔业当中呢，虽然说呢，针对我们自己所造的恶业来忏悔，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缺少善知识的摄受啊，这个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啊。从此恒住境界，成就一切功德，誓不更造啊！从此以后呢，恒常安住在清净的戒法当中呢，而成就一切的功德，定慧的功德啊、而至于啊，忏悔一义教典当中所说明的忏悔法，不超出三种。第一叫做法忏，做法忏当中是义律宗当中所讲而行者的忏悔法。也就是属于啊上中下品里面呢应该怎么做呢，声闻的忏法，菩萨戒当中的忏法，一他的开遮持犯呢这样去行忏悔法。第二种叫取向忏，取向忏当中呢，也就是说呢，由于前面呢在这个律藏当中呢你犯了这个重过，犯了上品罪了，你犯重罪当中呢，所谓的重罪就是杀盗淫妄了，这一些的重罪的，那当中呢会有性罪哦，会有性罪。虽然在自教当中呢，你透过做法忏呢能够除灭，但是呢，这个违理的业道当中还是在的。他要进一步啊修取向忏，修无声忏。所以取向忏呢、是一大圣法离忏，如幻网忏、大悲忏、净土忏、瞻察忏等，所谓取向求取瑞相也。于离忏时候，在定中见佛菩萨现前摩顶，见光见花等瑞相，表示罪障已除，恢复清净。这个取向忏呢，在声闻的教法当中没有的，是一大圣法，一大圣法。声闻呢是救援呐、救援。大圣呢是论心的，
啊论心。所以讲到心，所有法都是从心所生的。所以一心所起的法也是要从心去改变它。所以大乘法当中是讲心。礼忏啊，礼忏当中如宽广忏啊，大悲忏、净土忏、三茶忏等等啊。而所谓的取相呢，是求取瑞相，证明自己的罪业消除了。那对于礼忏的时候，在礼忏的时候或者在定中见到佛菩萨现前来摩顶，或者见到光明，见到这个花见到莲花等等呢，种种的瑞相啊，表示自己的罪障已经出去了啊，恢复这个清净，恢复这个清净啊，是就着这个我们讲啊，大乘法当中呢，就是那菩提心就上来了，菩提心就上来，这个恢复清净的大乘法可以这样的，你修起相善呢，得瑞相的时候恢复清净的，那假使是五戒啊声闻戒犯重的，你见好相啊重新去受戒。菩萨戒啊，你见好相是恢复清净，他不需要重新去受了。那你想要再重新受也可以。但菩萨戒当基本上来讲见好相就恢复清净了。恢复清净。这起相忏呢、讲实的就是说把罪业给扶住了，不障碍你修行。不障碍你修行。再来第三呢是属于无声忏。第三呢无声忏。无声忏呢就是正心端坐，观无声理，清净思想，罪障即灭。这个无声忏呢，也就是呢观无声的道理，在三大部当中呢讲到啊，这个性空观、相空观、唯识观这三种观法都是属于无声忏啊，无声忏。这个正心端坐呢，而观无声的道理啊，诸法都是因缘生的。缘生呢就是无生，没有自己可得。清净呢这思想啊，实相啊，这个最初来讲啊，性空，性空无我就是实相啊。那内环位当中呢能够教三途业，登圣位就能够灭业，所以罪障啊即灭。要清净这个实相的时候，罪障啊就灭除了，就灭除。灭除啊，也就是说呢，这个我们讲呢，从唯识的观念来讲，这个心性的阿赖也是当中的种子啊，这个善恶的种子是不死不亡的，不死不亡。那么讲到灭，就是灭烦恼。烦恼灭了，这个种子没有烦恼的滋润啊，它就不再现前了，这个叫做灭啊，叫做灭啊，就是罪障就灭了，它不再起现前了啊。普贤观经当中说呢，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古德云，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逝者名为真忏悔。观普贤菩萨心华经，叫普贤观经当中说的，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假使想要呢修这个忏悔法，就是要端坐呢念诸法实相诸法的真实相。那重罪如霜露啊，慧日能消除。底下举例来说，这个罪比喻如同霜或者露一样，下霜啊露水，
太阳一出来啊，就消除了，消除。也就是说呢，这个罪业啊，都是属于因缘生的。因缘生法当中呢，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体性呢，从恶念而生，从善念而灭，所以啊，慧日升起的时候，就好像太阳一样啊，整个双路马上就消融掉了，消融掉了。所以啊，观诸法实相啊，就是忏悔，这个是。这个无声忏，古德说呢，罪从心起，将心忏。这个罪业是从这个妄心所升起的，种种的希望、分别、打妄想啊，才造了这个罪呀、所以啊，要忏悔的时候要将心忏啊，将心就是把心拿来忏，这个将心忏的意思啊是什么呢？就是思维这个妄心到底有没有真实性呢？恶主啊，求出主达摩大师呢安心。出主就说呢，说将心来，哦，以汝安心。这个恶主呢反照，反过来啊观照这个妄心，这个妄心呢有真实吗？密心了不可得。这出主就说，那以汝安心静了。密心了不得，心就安了，所以啊，凡夫啊，不知道日常所行啊，以妄心而为自省，所以啊，不得安，种种的希望分别啊，这个啊，就是罪业升起的地方，所以这个罪从心起，将心忏，要去思维啊，这个心到底有没有真实性呢？要密心了不可得的时候。那这个罪就亡了，所以毗舍浮佛传法记当中讲到了，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身因尽有，前进若无心亦无，罪乎如幻起亦灭。假借四大以为身，这身体是四大假合的，这个身体没有了，这个破除这个我执。心本无生因尽有，这个心本来是无生的，心有真心有妄心呐、这里讲就是妄心，妄心要障因偷缘，它才会升起。所以啊，心呢，这个心讲妄心本来是无生的，因尽有，因为境界才有。从唯识的观念呢、由识的自体分变现相分，由相分显现的见分，那明了性啊，那明了性哦，所以啊，是由相分，先有相分，产生这个明了性的见分，所以说因境有，从境界所产生的，所以要没有境啊，那心也不升起分别了，不升起分别的。所以因此底下一句就解释说呢，前境若无心亦无，前面境界要没有，相分要没有，就不能显现见分出来了，心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心呢，这个心，心本来不是真实有啊，它是无神的、它是无神，所以啊，将心忏了、密心了不可得，密心了不可得，这样呢，心若灭时，罪亦亡啊。心要灭的时候，灭啊，也就是灭之了不可得的时候呢，罪亦亡。因为罪啊，是由妄心所显现的，所成就的，依止于妄心呐、那罪是因缘生啊，心是虚妄的，罪怎么会是真实的呢？所以心亡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这个观业性本空啊，这是真的忏悔，真的忏悔。忏悔业障啊，能够得到啊一正二报具足庄严的果报，受用具足色身庄严，
这是忏悔业障很要紧哦，很要紧。好，我们呢这个时间到，先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故以来日回向。